们来看一下那个今天的市场啊。同学们可以听到吗？可以经常听到我讲话吗？我现在测试一下。OK。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黄金。OK，黄金啊，黄金。昨天回调到只字不换位啊，其实这个地方呢，短线交易上是可以挂单入场的。啊，短线交易来看，黄金这个地方是可以挂单入场的。4小时我们看到，正好是回调到前方的一个下破之后的只字不换位啊，这个结构实际上是相对来讲在市场当中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结构。那么整体市场的走势还是以美元的多头为主。因为美元在突破97.67前方阻力位之后呢，上方空间有待进一步被打开。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一些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近市场的一些反应，其实对于美元的走强其实相对敏感，所有的那个跟美元相关的走势不相关的货币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脱位。表现最为强劲的是欧元，欧元我们看到它的空头进一步将欧元打压至1.12之下，现在是走到了1.1356的关卡。那么黄金我们看到是预先形成的一个脱位，OK，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最近我们还是要关注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第一是美联储那么在今年的一个货币政策，第二是整个基本面技术面来看，美元的破位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股票市场，那股票市场跟黄金之间的联动，跟避险品种之间的联动，我们看到它的关联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就往年20年以来，是吧，在4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股市通常都是涨的，而且涨幅的概率高达60%到70%，这个是有做过统计的啊。在过去20年当中，那个特别是标普指数，对吧？它的一个涨幅都是在4月份，上涨的概率高达60%到70%。那进入到5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那股市往往是在下半年5月份到6月份会出现非常大的回调。但是3月份到4月份，往往都是表现非常好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昨天晚上我在群里跟大家去分享了我最近的一些交易的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当中有比较啊，像比如说有美加顶部对冲上来的多单，还有顶部空单，那么还有那个还有美股啊，是吧？道琼斯在26,000最高点的一个空单，止损的前高按计划来去执行。那么这些单呢，其实就是为了去看一下5月份股市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得提前布局。万一这是5月份的话，美股下来的话，可能位置就不太好，就是你必须得对市场去做一个提前的预测。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 VIX 指标，你要去做股票市场，一定要看这个指标。VIX 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风险啊，去衡量市场投资人风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当 VIX 下降的时候，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比较低，那 VIX 指标开始上升的时候呢，那么说明这个风险偏好会开始增加。那么现在是正在低位，而且是处在一个三角整理，VIX 指标在三角整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一旦破位往上走的话，美股的一个回调会成为一个必然。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市场对于股市当中的买进啊，在市场的高位这个买入的欲望变相对来讲开始变得清淡，从成交量上来看，可以相对变得清淡。所以说，我们最近关注的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是关于美国的股市。这个5月份啊，它到底会不会突破上去？如果不会突破上去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就是头。所以说，你要提前去布局啊，要提前去布局。万一走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高点可能是最后一次冲高的机会。OK 啊，这是
盘到球。啊，我们看到昨天那么在顶部是有了一个啊收了一个阴线的，今天是一个平开往下走，明显感觉到开始有一些抛压了。短期来看的支撑线啊，短期来看的一个支撑线在这里。那有待进一步去测试，并且看一下他的一个反应和情绪，好吧？压力其实非常非常明显。可以。再来对比看一下，其实美股的走势跟原油是一模一样的，原油是去年在十月份见底。你看美股也是刚刚好时间节点几乎是完全吻合，在十月份见底，美股也是在十月份见底，原油也在十月九号开始见底，一波下来走到最低。你看这个时间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号一模一样。所以说这一轮美股跟原油的联动和走势几乎是原油现在开始走到拐点，走到高点。OK， 我们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那么现在正好也是油价的一个压力线，技术层面的压力位。你看那个龟背图啊，本来油价这一轮上去，你看它这样下来的，是吧？走到了这个44，正好也是这个周期的一个压力线的一个低点，这一块上去。周期从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啊，到去年这个十二月份两个月之间再上来，四月份啊，整整涨了四个月，从十二月开始一直到今年四月份，美股也是一样。所以说你要注意啊，如果这次油价啊，如果这次美股上不去的话，开始往下走，极有可能会原油也会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见顶，到64开始见顶。但现在我们不去猜测，因为也有可能突破，原油也有可能会突破啊，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这个在减产，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之前对于这个伊朗的制裁，对吧？而且也是要求了这个之前对伊朗制裁之后的这个沙特也开始去减产原油。OK， 就是说暂且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多头当中，但是多头呢有注意风险。油价的上涨在去年啊，已经导致了很多新兴市场的国家开始进行加息，比如说土耳其，对吧？就开始进行加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回到今天的一个技术面来看，我们来看一下，追踪一下最近市场的一个欧元的表现啊。欧元继续看跌，好吗？现在价格是1.113615，我认为欧元在短期来看的话，大家按照那个交易系统的模板去做就行，不需要考虑太多，好吧？这种行情不需要考虑，因为单边趋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做过多的分析了，按照交易系统来做就可以了。啊，我们昨天去讲过交易员的这个36个阶段，对不对？那么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很多时候就，第一呢是在前面啊，在14个阶段之前淘汰了一批人，那么在后面一个阶段是执行阶段，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在欧元，包括最近的一个美元再次走强的基本面，啊，美元再次走强，再次突破了一个情况下，大家就按照交易系统顺势而为就可以，好吧？欧元继续看啊，继续往下看，这次目标会走到哪里？我认为会到走到1.1050这个下方的支撑切线的位置，是一个相对来讲，目前来讲是一个概率比较高的事情。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它左边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支撑。其实我们看左边的话，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比较
曾经的一个低点啊，这个地方价格我们看到欧元是在去年前年6月15号的时候出现过一个上涨下来的盘底啊，开始走了一波非常大的后尾行情，这个是在2017年的时候，是吧？欧元当时是宣布退出啊，宣布这个缩减它的购债规模，开始往上走这一段行情，那、现在又再次回到这个低点，所以说这个下方还是会有一些支撑的啊，还是会有一些支撑。OK， 所以说就当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要是再去操作欧元啊，往下，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过，就说这个地方的空间被打开的话，下方大概还有大概100点、150点到130点左右的一个做空的空间，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趋势去做就可以了。OK， 这是欧美，再来看一下英镑。啊，是这样的啊。支撑跟阻力呢？支撑跟阻力呢？越近越好，太远的支撑跟阻力没有太多的实际的参考价值。你比如说，如果是几年前的支撑阻力啊，两三年前、三四年前的支撑阻力，自然不如3到4个月的支撑阻力对现在的行情更具有参考价值。对不对？我们之前举过例子，对吧？离得越近的支撑，它的一个力度和强度越大。离得越远的支撑，它的力度和强度越小。OK， 好，这个是关于欧元啊。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英镑啊，英镑最近走势也是比较明朗啊，就是一个空头下行的趋势。那么底部结构位在1.1330啊，毋庸置疑，这种行情你就直接去顺势交易就可以了。好吧，今天继续啊，逢高去做空英镑。OK， 澳元昨天在底部收了一个拼棒，我们看到，哎，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啊，似乎是一个止跌的讯号，但是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澳元现在在整个行情当中，它的一个空头的卖压的力度明显要强于多头的一个反转和反弹的力度。那么我们看到从1、2、3、4。跟大阴线下，如果从周线上来看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强的一个大阴线，把5天结合起来看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有力度而且非常强的一个大阴线。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在0.70关卡啊，测试一次往上走，今天是一个低开，继续往上去冲高，大概率会继续下行。澳元大概率会继续下行，往下破的话有可能会去测试下方的这个支撑的低点，好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企稳，或许会有一个反弹信号。但是如果一旦反弹，你就注意了，到这些结构地方你就顺势去做。到了这些比较好的结构入场的位置，你就顺势去做。OK， 好，再来看一下美加。那么美加呢，昨天也是收了一个这个拼把的垂线，那么在大阳线过后呢，我们看到昨天上影线最高点到1.35077的位置，OK， 好，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就说关于美加啊，美加的这个往上走的空间是不太大啊，我们可以在这部分空间当中去这个去布局它的一个高空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往下走到1.34，其实变化还不太大，大家就继续去关注啊，关注这个价格打入到这个空间的范围，去布局空单就可以了，好吧？那具体仓位呢，大家去按照自己的一个资金的比例啊去做一个风控就行啊，不要去做太重的仓位。好，这是美加，往下去看，还是按照昨天的计划来，再来看一下美瑞。OK，
美瑞现在其实变化也不太大，就是说，其实这种行情是，就是我们做分析的，其实比较头疼，就是当市场没有什么波动的时候，要去做分析的话，其实就是没有太多可以去讲的东西，现在就是整个阶段，我们看到美元在破位之后，其实主要的大家去等低位，去等低位做多就可以。你看美瑞，昨天我们看到，昨天还没有收这个 K 线啊，是这个样子，结果今天看的话，收了一个平板，那么今天是一个平台，那么就没太多好处了，继续看涨啊，继续看多，好吧？这是美瑞，OK，再来看一下，昨天变化倒比较大的是，昨天变化比较大的是这个日币啊，我们看到走到112，往上去突破了一下，昨天一个大阴线下来。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来去做一个评估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双 K 反转，确实是一个双 K 反转，在前方压力位出现双 K 反转。每日在压力位出现双 K 反转，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我最近不太建议大家去交易日元，为什么？因为马上进入到五月一号这个。马上进入到五月一号这个进入到那个日本的假期啊，就是日本这个他去这个更换他的一个年号啊，从这个原来的平成时代进入到令和时代啊，令和时代这个词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古诗歌集啊，就跟之前我们去讲他之前的一些年号来自于中国的易经啊，这次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日本的古诗歌集。叫做花鸟集啊，好像是叫花鸟集啊。之前那个皇帝的年号是叫做明仁皇帝啊，就是处在这个平成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后辈继位之后呢，叫做德仁皇帝啊，就进入到令和时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日元会有一个很大的休市啊，会有一个今天的一个休市。那么相对来讲，就会存在一个风险。所以我建议大家最近不要去交易。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品种来去交易它。那么日本，我们昨天去讲过，日本这个国家在当时进入到经济萧条时期，那么大通缩时代的时候，日本的外汇市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被打开的。但是它也经历过像中国现阶段这个外汇市场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种那种这个一些不太正规的一些机构啊，不太正规的一些公司。是吧？通过这个一些不合法的方法去非法获利投资人的一些钱啊，经历过这个时段啊，这些监管比较松散的时期啊，当时杠杆也非常高，当时杠杆也非常高啊，也有很多一些非法的外汇公司在当中谋取暴利。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市场逐渐开放之后，它反倒走向了正规化啊。现在外汇市场，特别是亚太的这个成交量啊，指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提供了非常好。就是日本，昨天我们看到也特别在群里去聊到，就是说日本的妇女、日本的家庭妇女实际上是非常热衷于炒股，尤其是在通缩那个时代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投资，房地产不行啊，股市也不行，只能做外汇，只能做交易。所以说，日本是从真正外汇交易的巅峰时期，或者是那个时候这个外汇从欧美国家进入到亚洲的时候。第一个市场开阔的地方就是日本，所以我们看到日币现在不管是交叉盘还是直盘，它的一个成交量，它的一个流通性，流动量都非常活跃，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去交易日币，这也是它的很大的一个原因。那就镑日啊、美日啊、澳日啊、纽日啊这些，尤其是澳日啊，特别喜欢，日本人非常喜欢交易澳日。
那这个就是当年日本在通缩时代的一段历史。那我就想啊，如果中国进入通缩时代的话，会不会也去上演同样的外汇市场，会不会在中国进入到通缩时代的时候会去开放？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转型，转型意味着就是由之前的一个高杠杆啊开始去削减债务，对吧？去降低杠杆，降低这个杠杆负债。那一旦中国进入通缩时代的时候呢，股市肯定不行了，对不对？房地产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降温的一个迹象啊，政府在不断的去调控。那一旦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的这批真正的外汇市场就是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开，我们需要去结合这个历史背景来去看。但现在就说，这个政府在一方面再去进行一些调控，对吧？再进行一些调控，那么它的监管，包括它的机制会规范。这个是每日啊，我觉得昨天顶部收成了一个顶部收出双倍反转之后呢，大概率的这个地方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因为这个地方可上可下。上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美元还比较强，美元比较强，股市呢在4月份我们看到发生动荡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说日币还是可能会有继续走强的基础。但弱就弱在就是技术面上来看，这个大阴线下来。它其实是一个看跌的情况，是一个做空的情况，对不对？关键位置出现了双倍反转，它其实是一个做空，所以说，但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还是要去结合啊，去结合当时的一个情况去看一看。好的，再来看一下纽约，纽约没开到好强。我们来讲一下 A50 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我空 A50 的地方呢是在14000啊，在14000，昨天是14211啊，一根大阴线下来。总体来看，我觉得 A50 趋势上来讲还是看涨啊，趋上来讲还是看涨。如果美股就是全球股市不发生变化的话，那 A50 可能还是会继续保持一个涨势。所以说，这个空单我是打算去做一个短线出。长线来看，我可能会去继续等更大周期上的一个 K 线的变化。那就目前来看的话，A50 的一个A50 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到在14800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啊，有一个假突破这个地方，你看有假突破突破下来，那今天是又是一个低开。如果破颈线的话，如果 A50 破颈线的话。就有可能会进入到下方在13000附近的一个支撑，如果是破颈线的话，就有可能会进入到下方13000附近的一个支撑，所以说在这个高位呢，大家去对于股市，不管是中国的 A 股还是美股，大家都不要去追高就行，这些地方不要去追高。OK，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再来看一下白银啊，白银其实现在比黄金的结构要更加的，白银比黄金的结构要更加的明显一些。走到欧镑的结构要比黄金更加明显一些啊。现在是走到0.8670，我们看到往上走这个地方是一个前方的支柱结构。那么对于欧镑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就说做了一些建议啊，这个建议是来自于我们要去做一个中长线考虑。欧镑其实是可以做，今年一直可以到6到7月份的时候，可能才会出一波比较大的行情，主要是看英镑，看
看英镑最近的一个走势。如果英国央行在最近去进行一个在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去加息的话，那么英镑还会往上去走一个，比如说现在1.2阶段，马上可能会再次去冲到1.4，可能会去冲到1.4去。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欧镑这个可能会再次往下去形成破位，因为从整个欧镑的一个周线来看的话，欧镑的周线其实这个地方的结构已经开始往下去分化了，是吧？这部分的结构看已经开始往下去分化了。下方的支撑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在0.84，欧镑下方支撑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在0.84。所以说这一轮如果下来，欧镑走到0.84、0.83了，0.83是一个概率比较大的事件。所以说对于欧镑来讲，我还是建议各位同学继续去关注它的一个高点，比如说这个结构附近在0.65、0.86附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区。刚才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啊，他问到一个历史问题，他说日本为什么现在没有皇帝？中国为什么没有皇帝？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学历史啊，我不是学历史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日本为什么会有皇帝，我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给你去解释，就是日本为什么现在还有皇帝，而且很多一些国家现在都还有君主，对吧？英国也是，为什么还有皇室？日本因为它本身它的一个，它在那个。原来他的一个制度，他就是学习的这个中国啊，这历朝以来，特别是唐化时期，他就学习了中国。那么这个皇帝的制度呢，其实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之所以还有皇帝，是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皇帝手里有实权。说白了，我们用一句话，就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日本这个民族的一个象征。没有实权，皇帝是手里没有实权。如果是有实权的话，可能皇帝这个君主制度可能早就已经废除了。而且日本又是一个高度信仰的国家，啊，最早期的日本信仰是神道教，所以说由于这个民族的信仰，他就一直没有废除皇帝，所以说日本到现在一直还延续这种传统，日本还有。啊，主要是因为皇帝手里没有实权。那如果是有实权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近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政治，由于这个经济的变革，早就已经废除政治。啊，英国也是这个样子。
是啊，这个也是世界上比较少有的，还有君主嘛，还保留君主制度的一个发达国家，日本。OK 啊，这是关于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好，再来看一下欧日啊，再来看一下欧日啊，欧日现在是124.398，连续几天的下跌，我们看到欧日再次回到了这个前方的低点，再次回到前方低点的支撑。好的，那么欧日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还是有继续往下走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大家在最近去看欧日，包括这个棒日啊、澳日啊等等，都先不要去在里头去做多，因为这个大阴线我们看到，它至少得有一些。啊，至少得有一些这个止跌企稳的信号，那才有可能说，哎，在低位看有没有一些反弹的这样机会去做一个啊，去考虑去做这个日币的多单。然后再看一下棒日，棒日也是类似，棒日现在反倒比欧日更加敏感，因为它正处在一个颈线位，其实跟英镑的走势是非常类似。啊，棒日跟英镑的走势非常类似，但不是英镑这个地方是破下去，但是棒日还没有。在下方的一个比较密集的支撑区、支撑带。144，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棒日在144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反应。多头的反应，说可以反转倒锤线。同学们还要注意一个，我们关于锤线，其实之前去讲到过，如果它的上影线在它的下影线如果是在下方的话，如果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那关键支撑位如果出现类似于这样的 K 线的话，它是一个看多的信号，或者是一个止跌的信号。那反过来呢？如果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倒锤头的，也是一个看涨的信号。那就像这个 K 线一样。如果是在行情的底部，关键的支撑阻力位，关键的支撑位出现一个倒锤头，因为这个是正锤头，对吧？锤线，如果是反过来，引线在上面，也是一个做多的信号。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倒锤头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它形态的一个特征，
这个倒锤头形态的一个特征，包括它在行情的顶部或者底部出现的一个寓意，我们可以在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去看一下。好的，再来看一下那个。最近关于日币的一些插盘啊，我们看到跟美日实际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美日是因为由于美元的强化，它还在比较强势的一个多头当中，但是其他的插盘我们看到澳日啊、镑日啊，都是因为这个美元开始走强，那么带动了这些商品货币啊，还有这个英镑啊、欧元啊等等出现了非常大的破位。所以说交叉盘，日币的交叉盘跟日币的直盘最近走势开始出现不一样啊，开始出现分化。那么今天我们来去看澳日的话，在 78.408 啊 ,78.408 这种大阴线直接啪啪啪走下来，还是可能继续往下走。啊，下方目标有可能会再次去到 77.6 啊 ,77.610 的位置。
哦，万叶集啊，万叶集，我看到群里在同学讨论日本的新年号令和首次不引用中国国籍啊，对对对，万叶集啊，刚才说成了百草集。初春令月，气舒风和。泪汪啊，泪汪应该是日语的发音。啊，最近市场确实比较，就是市场的这个啊，市场的走势确实比较清淡啊，没有太多可以去讲的。我来看一下那个交易模板。哎，英镑啊，英镑可能要到一个做空的位置，英镑可能要到一个做空的位置。像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好的，1.33啊，1.29，接下来到反弹上来的话，到1.293的话呢，可能也是今天大家可以关注做空的位置。哎，差不多，大概是在看一下1.297、1.29157、175的位置。啊，UI 模板去顺势去做，1.29715。啊，你看，一共是一次，一、二、三、四、哎，六。啊，你可以看一下，我用黄金分割看一下那个具体的位置，可能再到61878650%，1.29142、1.29150的位置去空英镑。啊，1.29150去空英镑。但是美瑞这个位置有点高了，趋势倒是还不错，这一段趋势上来，倒是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位置稍微有点高了。多看几个品种，黄金，再看一下。同学们注意，纽元今天是在做空的位置了。纽元在0.66432的时候，0.66432，今天走入到做空的区域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用 M 板去做啊，止损给到我看一下，止损大概给到20到30点就可以了，给25个点，止损给25个点啊。纽元现价这个地方就可以进，纽元现价进，止损给25个点，二三，短线单啊，短线单的话。日内单你用这个仓位比较小，稍微小一点，你用0.几的仓位去做就行了，好吧？日内交易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纽元的一个
在一小时当中的一个瞬时单，目标我们就给到前低，目标看到前低。OK，目标是0.69913，好吧？英镑也是在，英镑可能位置还稍微高一点会更好一些，黄金不太好，因为黄金昨天晚间是有一个比较在71266啊触底的一个极限的反弹，走到1279、1280的位置，今天正好是在，因为这个均线开始交死叉了啊，均线开始交金叉了，所以说黄金最近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在低位啊，在1280附近可能会有一些震荡，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模板去做黄金，好吧？另外瑞郎还是比较强的。啊，瑞郎呢现在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相对来讲，我觉得空商品货币会好一些，啊，空纽元啊或者澳元，我们看一下澳元，澳元也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啊，空纽元吧，纽元位置稍微高一点啊，位置稍微高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品种啊，这个品种呢是小麦，大豆。大豆之前做了一单，在这儿做的，都有100多的浮盈。所以说，大豆这个行情呢，我们看到，还是一个下行走势。大豆行情还是一个下行走势，底部结构位，对吧？开始往下走。那今天是到8.15。大阴线下来，那也是接近前方的一个低价了，在8.85的时候。击穿的话，就去到这个八块啊，去到八块。这行情还是继续看空的，6.18。没到，但是做期货呢，同学们注意，做期货可能需要它，因为期货是一个特别讲周期的一个品种，特别是农产品啊，农产品是特别特别讲周期的，而且受这个政策影响也是非常大，它不容易出趋势，可能常年震荡。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中国很多做期货在这个行业暴富的那些人，那么。我们可能只看到它最后胜利的一面，但是之前在震荡的时候，爆仓的不计其数。所以说做期货一定要注意，抓准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就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大豆价格也是在历史的新，也是在历史的相对来讲是在历史比较低的位置。我看月线呢，对吧？也是在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高点呢是在17、18块钱左右，现在是8块，跌了一多半，跌了一大半，啊，跌了一大半。那最低的位置呢是在5块，这个是在2005年的时候，是吧？2005、04年的时候是在5块多，啊，我认为价格不可能再往下走，就是再走到5块钱啊，再往这个低点走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当时的货币乘数跟现在货币乘数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一轮走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农产品价格大豆的一个在每大豆啊，这每大豆是在8块5的话，位置来讲相对比较低了。如果这一轮要反弹上去，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但是在底部震荡周期可能不，就现在2019年不是一个上涨的时候。A，再来看一下，这个是玉米，都差不多啊，农产品都差不多，都是在低位盘整。
都是在低位盘整，3.485块。好，我们来看一下棒系的棒瑞啊。棒瑞这个行情呢，1.3167啊，走到低位还是去低多啊，走到低位低多。我们看一下棒瑞现在在4小时当中，调个均线出来看一下。不一定啊，50均线破了。这些地方是做多比较好的，看一下，1、2、3、4，现在开始往下破了。棒瑞4小时顶部一个拼榜，在1.33这个地方，看一下位置，刚刚越过6.18左右。这棒瑞这个行情，我觉得有可能会，最近有可能会往下走，有可能会往下走。有可能会往下走，但是就是在如果行情最近是在这个均线附近纠缠的话呢，在我建议等它往下破一点的时候再去做。像这种行情是远离均线的话，出现比较明显价格行为，还是往上走，还是往上走的话，你去逢低买入会比较好一些，逢低做多会比较好一些。我刚才绿箭头标示的几个位置都是好的入场位。这些地方，1、2、3，1、2、3，3个。油价也是一样的，油价我们看到这些地方，1、2、3、4、5、6，这个纠缠我们就不算进去了，7，买点，现在又到了这个支撑的位置，现在又到了这个4小时，我们看到50均线支撑的位置。我觉得短期来看还是继续看多，原油还是继续看多，顶部形态不是特别好，顶部形态不是特别好，是4小时支撑位，看一下，4小时支撑位，原油，短期来看还是稍微看多一点，看多一些。可以再来看一看那个
顶部这个地方是一个光头线的双黑反转。如果这一轮 A 股下去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啊，在13000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颈线破位的一个情况。如果破位的话 ，A50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讲往下走的话，波段下跌的一个调整波幅可能会增加，可能会走到13000去。我打算空头在13000附近平仓，啊，就是做 A50的空头，打算在13000附近做平仓。因为整个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强势，在上涨、下跌、上涨、回调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一轮如果走到的话，有可能会到这个颈线位，啊，到这个支撑位。好吧，啊，这个是今天市场的一些解读，因为行情比较清淡，所以说我说实话具体也没啥好讲的。好，接下来看一下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All in 空英镑，那你要是1000美金10000美金 all in 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100美金，我觉得随时可以 all in 啊。好的，那么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假期的话，五一假期的话，市场还是会有一些波动啊，可能最近大家要耐心等一下。但是就是最近市场的这个波动幅度啊，我们看到整个相对交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西方国家的假期，马上有日本、亚洲的这个假期，那五一又是国际劳动节，对吧？啊，这个假期又是非常多，所以说市场的交投非常清淡。OK， 好，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我们祝各位交易愉快，明天下午再见，拜拜。